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？他没有搞晕呢。我啊！他们抓我们干嘛？不知道啊，等一下问一下他。动静啊，都风这么大吗？把门来追开了，不是那些女的跑了吧？应该也不会，我在这里守着，逃得出我的五指山吗？哦，这么大个人在这里，想办法，我们进去跟上那个噪音。这个死兵头又开始打鸣人了，还打得这么狠，这样卖的不值钱吗？不行，我进去劝他一下。大佬，你把他开起来了啊！喂，怎么绑得那么紧？这里还有一条绳子来绑手，他说防止。我被他们抓来这里三天了，我一直都是昏昏迷状态的。我昨天被他们抓来的，说是说带我去找工作，结果就被拐来了。我绑紧一点，这里还有绳子。这条可以了。你把那条绑那个肥的，我就你一条可以了，你把那个很肥的，没事，你那条绑那个肥的脚，这样子他们就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。快来，把这个小的拖过来一点。哎，这个，你把它过来。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没有得罪过人，你不知道他们绑我来这里干嘛？干嘛？像他们这种人，还能干嘛？肯定是干违法的事情。我们都请问一下。我没有啊！啊，掌声！你们这些臭婆娘居然敢逃跑啊！哎呀，我们不逃跑，等着你打我们千刀万剐，抓我们干嘛？干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啊？卖给山里面的老头、哦、你不知道拐卖人口是犯法的吗？就是了，罚你妹也罚，这里山高皇帝远，谁能管得到啊？快给我们解开。现在法治社会，那么多摄像头到处都有监控，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你不怕进去吃牢饭啊？就是了，你以为天地无缝一手遮天吗？啊，在这里我们就是法，我们说了算，你识相脸的，不然我把你做成人过，你信吗？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快点说，有没有小鹿？有没有小鹿下山？只要不碰到你那些兄弟同伙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把他打晕，换另外一个。你知道。别没有啊，起床啊。绑了你们啊？干嘛呢？这是啊？干嘛？你抓我们想干嘛？要不是我抓了，他抓了。你们还推卸责任是吗？行了，给老子松绑啊！幸亏你们少受点罪。松绑那怎么可能的？给你松绑。说有没有小鹿下山，不碰到你那些兄弟同伙？想出去是绑啊？想出去我可以告诉你条明路啊，给我松吧，我前面带路。哼，你以为我们那么好忽悠啊？
还给你松绑，给你松绑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不是把我们两个弱女子又给绑起来了？我们有那么傻吗？你们人多势众啊，也不想想统计，我能绑你们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早就不想干了，他不是威胁我的话。美女，不要信他的话。哎呀，打残了！说不说有没有小鹿？不说是吗？不说，我有样啊，说要拿那个大海报。有小鹿。从后门走。后门怎么走啊？后门那不是有个柴堆吗？柴堆里面有个洞，人家那个洞进去，那边就安全了。直接过去外面是什么？外面是些公路，那你可以坐，就是城里面的车都有。要不我去看一下，美女，行，你去看一下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就把这两个打死。行，我把他们打死，跟你一起陪葬。小美女，还有松的。松啊，不可能！我们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做人吗？你们就是传说中的那种人贩子，是不是？拿手机报警！美女，啊，刚刚去拨开那个柴，确实是有个山洞，但是它里面是很黑的。行，我们拿手机报警，像他们这种人必须要绳之于法。对。你还想出来再祸害别人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把他拿起来，你这辈子进去了就别想出来了。嗯，紧急电话。王八蛋。喂，幺幺，你报警东西吗？哦，我要报案，我们被两个人贩子拐到后山这里，很偏僻，这里有一座破旧的房子，我们不知道位置。哦，行，嗯，你就这个手机号码是他们的。好，等一下警察就来了。放我刘三路、啊、放过你，放你的，你放五个张罚打晕。我那么多钱我都没花。谁放过我们？我有钱我都给你们啊。你那些脏钱我们不稀罕。我都是用我的双手双脚辛辛苦苦挣来的。你少废话，你等着跟警察自己慢慢说吧。